苹果日报头版头条，政院沦陷，政报警驱离，政院光复，写错了，麻烦改一下。头版头条开始哦，综合报综合报道。来，我先读一下旁边的苹果每日一句哈，因为我觉得这句配得蛮好的。今天的苹果每日一句是：克服恐惧是智慧的开端。英国哲学家罗素。苹果每日一句：克服恐惧是智慧的开端。没错。综合报道，继立院上周二28日史无前例被反服贸学生占领后，学生昨晚又攻陷行政院，陷阱出动政报，激励警察，经凌晨临时先进空政院附近的美里中路天津街口，进行第一波强制驱离行动，并依现行犯逮捕23人，有一名学生顽抗时遭警方打伤眼，当场血流无助受医。至今凌晨一时，警察学生有24人受伤送医。行政院长江宜桦对于群众运动失控感到痛心，我也对他很痛心，严厉谴责各项非法及暴力行为，我也谴责立法院暴力行为，并立即要求内政部警政署加派警力强制驱离，马总统经已取消今早所有接见行程，将在府内举行因应对总统府周边和总统居所为安争取意见。在警方的力量下，昨天攻击政院的学生在深夜7:58攻击政院办公大楼。政院管理3000多名学生，政院外面有8000人，行政署昨晚启动招募周假期，经凌晨部署1500以及部署强制驱离行动。30人份的咖啡、提神饮料跟食物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办法让您这样子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是物资通道，请不要在这里逗留，也不要在这里拍摄，好吗？麻烦您移动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要麻烦您把相机收起来。学生昨天设想突如其来的行动，杀了政院驻卫警，措手不及。我有杀他吗？没有啊。原本大批警力驻守立院附近，所以突然有200多名学生突袭政院时，政院警力难以应应。200多名学生先从中山东路和中山北路口合力拉开公主通道的巨马蛇龙，驻守门口的两位警员立即通报，但挡住人潮，巨马被拉开一个缺口，学生一个接一个钻进，有些民众则攀过围墙直奔政院广场，有人大喊坐下坐下，我进去坐下我就报名。学生和民众席地而坐，宣布攻占广场成功，攀爬巨马激烈冲突。随后第二波学生直冲院区后门和警察对峙，警方把灯关起来，学生高喊开灯，警察不理会，此时有学生触电受伤，还有学生从高处摔下，8:40左右救护车开进政院把受伤学生带走。攻占政院的消息迅速在立院抗议学生中散开，立院学生马上把物资移往政院，包括用来盖住巨马蛇龙尖锐处的棉被与毛毯，之后就翻墙进入，警方仅100余人根本无力阻挡，连手中盾牌都被抢走。学生陆续攻进政院后，立刻复制先前攻占立院模式，上网发布讯息，动员学生往政院集结。已进政院的学生则把巨马蛇龙张开，打开入口，让更多学生涌进。
进入正院的学生分两批，一批在广场静坐高喊退回福茂，另外有十余人继续突围，搬来铝梯爬上正院二三楼，从二楼破窗而入进入正院大楼主建筑物，十多人本想冲进院长室，但门口警卫死守并逮捕四人。另一方面有上百名学生冲入行政院，在正院办公大楼里游走，有些人走到二楼会议室，坐在沙发上准备看台待机。会议中的国旗被抢挂、求救啊！有的学生席地而坐，聊天的进入文化部的办公室内，拿出公务会里的乖乖和零食。公务会里面是乖乖，但那里没有很乖啊。有些学生的转到一楼拆大门，晚上约十时，正院主建筑物的大木门被卸下。扶手的警员见大事不妙，表情不淡，但有幸的主管爆发一波波推挤，混乱中多名民警和学生受伤，包括被蛇咬割伤或被蛇受伤，至少四人受伤。晚上十时三十分，警方调派消防员警力，以优先。前方那位洗衣服的男的，帮我看一下那个通道。晚上十时三十分，如果有人摇头的话，他们有人可以走吗？帮我看一下好吗？站在正面广场的学生们继续进步。第一小组，第一小组，你首先强制驱离，行政后面的路可以走，对，如果我们说干死路，好吗？谢谢。群众席地而坐，群众是妈妈。我现在旁边是在台湾的同学，第一小组，然后呢，群众怎样呢？群众齐地而坐，举起双手，高呼和平和平。然后呢，然后是第一小组持盾牌贴近，群众手都手串联，然后第一小组逐一强行架走，坐在地上举双手和平和平，对强行架走。分享很好听，强行架走，大家把强行架走四个字再把它形容出来的话，大家等一下可以看照片就知道强行架走是什么意思。宪兵接获指令待命，会避免群众没有反应，宪兵会有二指挥官下午的时候折回去，北部所属的宪兵在折到十时左右，他现场情况都停顿，结果我发现很生气的事情以下据指出，宪兵组二零二指挥部队紧急编组，担任部队另外2020组织部队的支援任务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在这个现场八点的时候会召开一个联合记者会。这个记者会的内容是要说明全国学生做罢课的行动。等一下，我们记者会的现场在这边，在我们会场的门口，在我们会场的门口。所以请如果有记者媒体大哥或是小姐们，请麻烦移动到我们那个剧场门口，等一下会有八点就召开全国学生罢课的联合记者会，全国学生罢课的联合记者会，我们八点内召开这个记者会，是不是请云七，云七有拿到麦克风吗 ？Hello， 云七如果拿到麦克风，麻烦你打开来，然后跟我们说一声你拿到了，然后跟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记者会。内容，还是你要先跟我说。妈，你胸口啊！你是公民记者吗？啊，你是公民记者。是报纸吗？老实说，我在那个济南那边的舞台，大家比较容易下岗，所以我说别人的。我等一下应该会自动消音，因为我又没有声音。然后我要继续吗？好，那个八点的时候吐我一下，我在报纸都帮我换时间。我等一下念完，我念个大概好了啦，反正就是媒体报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我把报纸大家传下去看一下，但是大家也不用认真看字啊，不可以看。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照片，如果你昨天没有看到报纸新闻的人，如果我昨天看电视看到。